天生条件太好了，嗓音的构成很有厚度，但是他又很有冲击力。谭林没必要去拼那个大招，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台式小情歌的这个路子，目前看来在华语依然占着主流的这个市场。把这个歌以前我听不到的意味都表现出来了，感觉这是一首新歌。第二名是阿林，哇，本场的第二名阿林。我喜欢阿林，我觉得唱得太棒了。阿林黄丽玲让我谈了一场恋爱，只能说一个阿林。每字每句的处理都非常非常的细致，就像我们国画当中的工笔画。New Zealand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令。6月14日星期天晚上7:30，我将在 Auckland Greenland 的 Logan Campbell Center 举办我的纽西兰首次个人演唱会。我准备了好多好多的歌曲要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，那还会请到一位神秘嘉宾跟我一起嗨翻全场。到时候6月14日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华为智能手机2015天生歌姬阿令零距离奥克兰演唱会门票正在火热销售中，票价及更多详情请随时关注新西兰天威网及一鸟娱乐制作。今年6月和阿令谈一场零距离音乐恋爱。